刀术示范者赵长军。刀术是以缠头裹脑为主要动作，如上劈、砍、撩、挂等刀法所组成的套路练习。刀术的特点是勇猛、快速、气势剽悍。刀术的整个套路至少包括有弓步、箍步、虚步三种步型，不得少于八组不同组别的刀法，其中必须有缠头刀、裹脑刀、劈刀、撩刀、扎刀、斩刀六种刀法。这套刀术有58个动作，从起势到收势来回往返分为4段，6种主要刀法：缠头刀、裹脑刀、劈刀、撩刀、扎刀。斩刀第一段3个小节，整段示范。1小节共8个动作：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预备式：抱刀右冲拳、抱刀分手亮掌、单拍脚、翻腰拍地、剪万花左右扎刀、转身缠头刀、撩刀回身平扫、再示范一遍。第二
二小节，共三个动作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剪万花分手点刀，缠头旋风脚。马步藏刀。再示范一遍。第三小节共四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并步斩刀，缠头刀，剪万花上扎刀，弓步崩刀，再示范一遍。第二段两个小节，整段示范。第四小节共六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左挂刀，上步撩刀，剪万花分手扎刀，回身上撩刀，抽身带刀，错步扎刀。再示范一遍。第五小节共六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后推刀，纵步下截刀，腾空左右扎刀，插步下截刀，转身云刀，弓步分手扎刀。再示范一遍。第三段三个小节，整段示范。第六小节共七个动作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，缠头刀，前扁步错刀，左右抡劈刀，翻身抡劈刀，回身上扎刀，旋转格刀，弓步藏刀推掌，
再示范一遍。第七小节，共四个动作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插步分手扎刀。回身点刀。扫刀旋子。云刀仰身推刀。再示范一遍。第八小节，共三个动作。正常演练。慢动作一遍。转身缠头刀。裹脑平抹刀。换跳步扎刀。再示范一遍。第四段三个小节。整段示范。第九小节，共四个动作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平分刀。云拖暗刀。插步绞刀。跪步推刀。再示范一遍。第十小节，共五个动作。正常演练。慢动作一遍。纵步下截刀。上步扎刀。撩万花跳崩刀。分手点刀。剪万花并步扎刀。再示范一遍。第十一小节，共八个动作。正常演练一遍。慢动作一遍。登刀前点。转身缠头刀。瀑布下截刀。旋转缠脖刀。接刀弓步推掌。左虚步切掌。并步按掌。
并不收势。再示范一遍。请看刀术全套动作的运动路线。请再观看刀术全套动作。